Thank you.
嗨，大家，我是 Anna。 我们每周都露营，体验过很多帐篷，喜欢大帐篷的大空间，但只能在营区使用，比较可惜。因应不同的场景，我们也经常使用小帐。这次使用的是 Zen Pure 的行军床帐篷套组，搭设很简单，是能维持家庭和平的帐篷。外帐前后门可以完全展开延伸使用，最大的活动空间达到 2.3 米×4米。我们觉得最棒的地方是随时能因应不同的需求，调整成2到3人能使用的落地内帐，或是一个人搭配行军床使用床上内帐，也能只搭外帐当客厅帐使用。多功能的机动性，收纳却只有小小一包，小家庭、登山、机车露营都很适合哦。下一次的记录体验完一个人模式，再分享心得给大家。现在台湾频道有限时优惠码，可以享折扣。更多的资讯在影片的资讯栏及置顶留言。以上分享给大家。